嗨大家，我现在呢在东区，然后要去一家烤肉店，叫做路易奇便利公司，它是一家 CP 值蛮高的烤肉店，然后是有朋友预约的，然后我今天还蛮期待，就是去吃这一家烤肉，因为超久没吃烤肉了，好期待哦！那待会带大家去看一看。现在还下雨，路上一看到很可爱的一家店，好多花花的。哇哦，很漂亮耶，这一间。안녕하세요。看看是谁？哦，我宝贝弟。我们今天要吃什么？路易奇，哎，要怎么换？好。而且它价钱啊，蛮酷的是，它有原价，原价就是店员帮你烤，挑战就是自己烤的意思。你看价钱差超远的，然后点餐的方式就是这样，就是依据号码方式去划，这样子打叉是今天没有的。好久不见，我们今天点了蛮多的。好养生的感觉，是啊。我们吃饱了，吃很饱，饱不饱？饱不饱？饱死了。我们刚有点后面我不小心点太多了，然后现在真的超撑，然后我们决定要去逛街。然后祝玲玲生日快乐！生日祝福。嗨大家，现在的时间已经是快五点了，然后我终于出门，决定今天还是要去做一个户外的 me time。 然后因为我十一月初的时候有立下一个 flag， 就是要把迪化街或者是我家附近的咖啡店去踩点，就是让自己的生活就是再精彩一点点，涂加一些点缀之类的。然后呢，因为昨天其实回到家有点晚，所以呢拖到现在才出门，那没关系，一样就是如果有不错的咖啡店我就打算进去做，然后如果还有时间我打算今天也去中山去逛逛这样子。
第一站呢，我打算来吃草莓大福，不知道还有没有。傍晚的迪化街也有它的美。一份，然后有铁观音。芝麻跟花生口味，来吃播一下芝麻口味的，它有点像那个果汁版的。炸过的抹吉版的口味，但我觉得一个人吃会很腻啊，感觉要配一杯热的茶。意外发现这个找到120克100块的，而且看起来超新鲜，然后我决定来尝试这一包。我刚刚买的是这家店，大家有机会可以来看看。对，蛮多种类。终于找到我要的东西，好满足，非常满足，因为它真的很好吃。不管多晚都是满满的。大家都来拜月了。杭州来的时候，这边都是就是很多市集，然后这一周不好意思，因为我太晚了都没有了。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，但是好漂亮哦。刚呢邀请到了新的朋友回家，能量实在是太强，我就决定把他带回家。Told your mama I'd take care of you. Loaded up the car, drove into the dark. Billboard signs and skylines painted blue. We made it a home.But I felt alone. We were growing, growing apart, and I knew I had to break your heart. So off I went. Haven't seen you since. I went from someone you helped, you held when you were lonely. Someone you called, you called.
Guess it's true. I went from